2041年4月7日，他消失的第4380天，好想告诉他，我已经和那个伤害他的残暴父亲断绝了关系，我已经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，我也不再是欧月，而是艾文医生。可是即使开心的事情这么多，但是依然会半夜醒来，依然找不到的。他还会活着吗？给我仔细的找，今天必须把那小子抓住。越来越有趣了。嘿，臭小子，哪有仇？今天必须让你心疼！看你这回往哪儿跑！下次抓的就是你哦！别让他跑掉！鸟剑士，我回来了，这一次我可不会轻易离开哦。大哥，被他跑了，怎么办？我追啊！嗨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当然是要你的人了。人选不错。别碰我。喂，开门。只要你帮我躲过去，我就不会伤害你，还会帮你实现一个愿望。开门，开门。什么事儿？有没有看见一个黄毛小子？没有。请别打扰我休息。走。人走了。没想到你还蛮会的嘛。好大的力气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不能伤害我，我已经帮你了。我不会伤害你，我只是要跟你玩个游戏。包围这片区域，必须找到那个混蛋。是。这帮废物还是跟原来一样的套路，简直是跳梁小丑。看来今晚是要住在这里了。放开我。死之前你最想干嘛呢？你不会对我开枪，楼下还有追杀你的人，枪的响声有可能把他们再次引来。如果想杀我，你不会问我这个无聊的问题。你啊，竟然是基因枪。啊，竟然还有人跟我一样看这种书。有趣，留着他陪我玩玩可能也不错。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要尽快想办法脱身。喝给我看好不好？竟然伤成这样，失血量超过2000至2500毫升，就会出现严重失血性休克。按照你现在的状况，如果处理不当，你就会因大量流血导致死亡。最讨厌你这种假惺惺的人了。如果是以前，就算这伤会要了我的命，我也会杀掉他。不过现在我还真需要他的帮助。艾文医生，劳烦您了，在没杀掉那个人之前，我绝对不能死。拼摄阶段任务需要4937留在鸟界，因4938的任务失败，行动资金会延迟，将在一周后打入。真棘手，刚回到鸟界就这么不顺利，目前这种情况